人氣精。我係劉俊梅，我係蔡美勇。啊，咁你哋喺開始享受美食嘅同時咧，請你哋睇睇我哋嘅舞台，我哋嘅舞台背景。咁今晚我哋嘅主題係連誼、醉舊、參與同埋分享。咁所以我哋今晚嘅節目咧，都係陣容鼎盛，有老中青少年一齊參與嚟表演節目嘅。係啊。冇錯啦，今日首先咧，唔該出師為我哋表演嘅咧，係我哋嘅校友陳君哥話，青少年交響樂團小提琴手李唐的同學，嚟嘅中中青少年。李麟洲先生
一路都係住喺中聯旁邊，所以佢對中聯有好深嘅感情。咁中聯樂呢首詩咧，亦都正好馬應該李仁先生嘅一向以來樂觀開朗幽默咁嘅性格。希望我讀得有少少好嘅成分啦。中聯樂，遠看像天池，近聽一首詩。晨風輕撫杨柳紅花開，空中快車頭頂飛馳，趁著太陽還未爬上雪山，快快跟我跑步去。悠悠飛鳥湖中自畫多趣字，撲著舞鴨翻過筋斗兒，跑跑炸炸碰牙學法老公公，見步如飛競奏了三小時。再看橋上那對情男女，痴痴無論他鋪屎，各把鎖去配換氣。再看那邊同女道，小小唱完喝酒百學偏極去，那漢子頭大頭粒，模仿著英太公叫魚，停之下一瓶見魚，隨著老頭奉旨起，菜肴龍頭有搭地。一位香港師奶預算學習了六通拳，放盤了拳之，遠看像天池，近聽一首詩。那只是少少神韻舞曲，下邊的節目更精彩。各位會長帶住隊伍嚟到了，交流節目更多姿，多謝大家。